APEC 峰会落幕，聚焦经济复苏、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大家好，欢迎收看 Go Markets 热门话题解析，我是 Cassie。 由于没有考虑到您的个人财务状况以及风险承受能力，因此所有建议仅为一般性建议。11月14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如期落幕，轮值主席国新西兰主持了此次会议，这是全球各国领导人本年度最后一次齐聚。参加会议的领导人们围绕着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数字及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发表了对当前世界时局的分析与展望。习近平在会上发出警告称，亚太地区绝不能回到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中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峰会开幕式上致辞，呼吁亚太地区政商界领导人共同努力，实现公平、包容和可持续的疫后经济复苏。各领导人也在会议中讨论了应对新冠大流行以及支持全球经济复兴所做出的努力。拜登指出，美国已捐赠超过2.2亿剂疫苗，其中6400万剂是捐给 APEC 经济体。他承诺称，美国将继续分享疫苗，在海外投资和生产疫苗，与 APEC 经济体合作，建立全球卫生安全，并将强化与 APEC 经济体的关系，以推进公平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中也表示，经济和技术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该组织的各国成员应加大对此的投资。亚太经合组织政策支持小组在近期发布的关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趋势报告中指出，亚太地区经济继2020年上半年萎缩 3.7% 之后，虽然在2021年上半年增加了 8%， 但各成员经济体变化增长继续分化，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今年上半年，亚太地区商品贸易量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是由于去年经济大幅收缩后比较点较低，以及经济活动反弹的综合作用。药品、电信设备和计算机等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产品贸易继续强劲增长。报告中也预测到，亚太地区经济2021年将增长 6%， 2022年将稳定在 4.9%。 预计财政和货币支持措施将解除，但变异的新冠病毒、持续通货膨胀、大宗商品价格高企等因素仍给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确定性。 APEC 区域2021年前九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为 2.6%，高于2020年的 1.5% 的平均水平。如果不加以解决，通胀上升趋势将给经济复苏带来风险。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才表示，疫情后经济复苏需要 APEC 各成员国的努力，以及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为宗旨开展合作，对巩固和深化全球生产供应链具有重大意义。在气候议题上，拜登谈到，气候危机同时也带来巨大机会，各国一定要共同合作，朝向永续未来迈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趋势报告指出，即使气候变化保持在2摄氏度或以下的最佳情况下，到2050年 APEC 的 GDP 损失也可能高于 11.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了。 Go Markets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